店补货，帮村民缴过税，帮他们去缴电费。你是雇主？是的，我偷了某某人的鸡，我的鸡长大以后，我一定会还给他。后面的人马上叫他出来，原来是偷他的鸡。第一个太好吃，他在叫，然后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啊？那有人就讲什么飞鼠啊、三枪，然后旁边就有人说：“老师，你看我在发。”这是一个植物，一个植物。巫婆浴把它叫。全新一季每周五晚上9点，记得准时收看哦。